之乔1月23日宣布与陈亦如结婚，陆续收到好友祝福，老公陈亦如放闪，新婚 happy 陈太太，甜蜜之情溢于言表。她2月6日发文感谢大家的祝福，却意外引来好友王子邱胜翊问肚子最近怎么样，不少粉丝也回复可以当干爸了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